哇，累死我了！哦，看这海峡谷，差不多，正不正？差不多，哦，这么正，到这边应该有个一米五左右吧，差不多应该没有一米五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一米多，那这肯定有的，长度十几米，这坑也好久没过来了，好，哇，下来口干舌燥的，坐不住啊来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全。啊，搬下来了，我们就准备继续转载给他们开盘了。这个十几米的海峡沟，昨天过来放了一个猪肥在这里面，幸亏今天过来给他盘一下。西仔粥货多多，好货多多。走了走了，我们开盘吧。哦，家人们没地方存粮怎么办？在这半岛上没地方存粮啊，只能坐在这边等他抽干。抽出去已经在开始在那边工作了。 哦，西仔粥货多多，好货多多吧，加油！来吧，水抽干了，开始找货。哎，哎，走他带着，我这边花花的，我们要慢点。来，开始找货，完了，没货。 什么情况？没火吗？我这石头，盘石头，没火就得盘石头，不管了。哎，这，哎，吸得快了。哇，哎，哦，没火没火，第一次就大火。哇，哎，30斤的章鱼可以吃，可以，给他做了。 看好肥呀、啊，这嘴巴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大鼻子吗？看，吸，起来，笨嘴，糟了，可以给我土拿过来。没货是没货，但是一货就是大货，摸到就是大货，但是全部大货，快点来。哎，哎，今天吸了过来。哎呦，什么东西夹了我一下？哇，十几股，可以上货上货。 他说没货是没货，有货都是一堆的，嘿嘿嘿嘿，十条十几股，什么都有，三条，直接上货。哇，又摸到一条什么货？哎，十几股，哇，这个好可以的。豆豆这边，哎，又一条，可以。镇海霸珠可以呀、啊，哇，怎么都是一堆一堆的？哎，又一次，嚯！ 个头可以，十几股，哇是被镇海霸主干到一起了吗？哎，好像一模一样，都在这边啊。哇、哦，难怪那边镇海霸主那哎又一条，哼，嘴巴一张一张的。哇，镇海霸主在那边，他们都不敢过去，都往这边跑，那边这边找。哎哎，好像又一条，嚯，这捡十几股捡到走卵可以。哇，亲戚。 这是差不多有个2连吧，给他做了，可以可以，哇没带那个板的，看他这个脚，哎，系统吧，先系统吧。镇海霸主是螃蟹的克星啊，把螃蟹根本不敢跟他在一起。来来来，再往回找一下，那边等下找，时间这边找一圈吧。哎，哇，哎，十几股。 怎么搞的？怎么感觉没什么货？啊，第一次大货了，怎么后面都没什么货？那边找了，往这边找。哇，十几股，可以，这个都可以。哇！ 这是应该有个6、7连，应该是有6连，应该是有的，都有眼啊，镜头可以，哇，那这一条就可以，今天可以，不白下，今天的工钱有了，工钱有了。
这么大的一只贡献巨鱼了。我好乐，我在的，家人们看，这秃头在的，满头大汗的。时间不早了吧？我们直接看周货，这大中午的，在的不行，眼睛都睁不开了。我们直接看周货。哇，今天周货也算可以吧？这是虎鱼差不多6-7年，7年的话，我算它7年已经500多，也可以卖个300多，应该是没问题，300多没问题。然后还有这只深海霸主，差不多哇3-4斤应该是有的看，记得这么紧。哇，螃蟹你看，真的是螃蟹的克星啊，直接脚被吸掉了。这只差不多3-4斤，3-4斤的话，也可以卖个接近200，600多了，差不多600，加十几问的话。600多肯定是没问题的，还有一只青蟹，那青蟹脚被这个深海霸主给吃掉了，我们就拿回去吃了，然后十几公这些其他的拿去卖，应该可以卖个600块是没问题的。半岛的海鲜锅就是可以，就一个猪肺，然后一来深海霸主和深海毒王啊，可以毒我毒我，可以这些今天。就赚一笔，就赚一笔。那走了，我们就抓紧拿回去给他卖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，然后希望大圈的帮忙点点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